十一月十五日晚，李若彤开通微博，账号名为姑姑若彤，并发布第一条微博和网友打招呼，写道：“我终于开通微博啦，哈哈哈！”此微博已经曝光，迅速有网友围观并留言称：“姑姑有没有关注过儿？姑姑我好开心呀，你终于离开古墓啦，永远的小龙女。姑姑过儿想你了。”姑姑想过儿了吗？不是李若彤演了小龙女，而是那个小龙女叫李若彤。或许错过几个